是谁？你讲，你绝对袂使讲出去哦，是嘉贤啊！嘉贤，嘉贤在你欺负，嘉贤在你。哪有可能啦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就是安尼啊，好个查甫人都无缘投，缘投查甫人都无好。又搁有个缘投查甫人都已经结婚啦，又搁有个缘投又搁还袂结婚个查甫人，拢是假查甫啦！啊哈！老爸，卖哭啦！我听你讲家下是假哦，我嘛做一个，那我即马收着啊。小美也同我讲讲哦，嘉贤伫外口一直有女朋友，点过我拢唔捌看过哦。原来哦，伊拢在遐骗。我的少女纯情梦，就安尼破灭。这世间好的查甫到底进去倒未去啦？哇，卖哭啊！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。可惜他是一个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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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甫。哎呀！老婆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秀美啊，你一定唔通伤心，一定爱坚强。我是林安。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绝对挺你，挺你，挺到底。你放心，我会带你到可靠的家乡，恁爸母那边，我嘛会带你安排好势。哪会安尼？我要安怎对阮爸爸妈妈交代？阮家三代单传呢？老伯哥，秀美啊，你放心，一世人，我这做翁的，我绝对保护你，疼惜你一世人。有你在我身躯边，老婆哥。啊啊！秀美啊！好，代志安尼办，稍等秀美啊回来，看我专工徛在这等伊，要甲伊做伙渡过难关，一定会足感动，然后伊就会哭，然后我就来笑笑。安尼，我就变做一个疼惜母的大丈夫。罗伯哥，你伫创啥？喂，小妹啊，小妹啊，我要同你讲一件代志。哼，你有啥物天大的代志？了不起就是钱的问题啦，啊不就是一家国考倒数第三名啦？讲倒一款。我唔是唔是唔是，这件代志最重要，这件代志关系到恁张家兴会的问题，唔喏，关系到恁张家绝子绝孙的大问题。啥物绝子绝孙呐？萝卜糕，你别死啊！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，好，
你现在说清楚，讲明白。真的啦，我不在骗啦。阿哥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是真的啊？当然嘛，真的啊！我会使就抓，我若在咧骗哦，我以后拢卖插你，你以后拢卖插我。我的经济得要得逞啊！秀美啊，你有发烧无？真发烧嘞！这有啥物了不起的代志啊？想袂到嘉贤看起来保守，其实这么啊新潮。伊勇于面对自己，够追求流行，安尼真好啊。这什么好来？什么流行？什么新潮啦？哼！哇，那是有伊百分之一的勇气哦。当年保底卡就袂嫁给你，今嘛也不会这么啊惨。我，讲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对你无好吗？人讲拜拜翁食袂空，而且恁小弟是一个假的查甫，你拢袂受气？我为什么袂受气啊？我真欢喜伊有家己的选择啊，总比爱一个查甫人，啊，不过最后嘛是保幸福较好啊。就请求阿兹文丽，干嘛？阿兹行，俺外口有查某啦，文丽外口无查甫。萝卜糕。你超过警戒范围了 ，Get out！ 燕子，来，哦，咱就今天放假，大家拢伫厝诶。我今日全工全出，多谢大家给我带来。来，金姐，来。哦，我目睭失去唔着声啦，够艰苦的啊！大家尽量吃，别客气哦。嘉贤。个人甲一般的查甫人无同款，佫要煮菜。这无啥啦，子姐，你这零散还加食过哦吼。嘉贤，你真是甲一般的查甫拢无同款的，你佫搞硬菜。我甲阮翁结婚十八年，莫讲叫伊煮一顿饭啦，连搞硬菜都无。不要你啊！你要加吃一罐，来。时代不同啊啦，虽然我是查甫人，啊，不过我跟现在的大男人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恁大家拢不爱吃啦，是不是我炒了不好吃？这菜我熬足久的呢。啊，好吃，好吃啦。哎呀，啊，亲像哦，这么体贴的查甫人啦，啊，不是去给查甫人压落底吼，就是。假查甫。假查甫，哎来，我给的。给他。嘉贤，不要紧啦，爸爸妈妈那边哦。我会处理，即马时代无同啊，你爱做啥就做啥。啊，季廷你，我一直拢是安尼啊。你当时发现你家己是安尼，差不多是伫我高中的时阵吧。这样早就知影，为什么不较早讲？我都歹势啊。我来好意思甲你讲，我想要甲女生一起上家政课。一个体育系的大男生，甲人讲我的兴趣是烹饪，我无去用找伊才奇怪。你拢歹食啦，奇怪。
店的哦，因哦拢会把自己身体保持伫最佳的状态，因在处理无代志，拢会随时随地运动健身呢。是没变善了，究竟在哪里啊？你看嘞，迄、那个鸡哦，都真样幼小啊，迄啉水哦，甲查某人同款，一小子都要翘起来哟。憔悴啊！我学校的老师呢有介绍一种养生麦粉，你想要试看卖无？食了袂歹哦。我查甫人聚会的时阵吼，嘛是会讨论这种保持青春活力的方法。阿姊知影你的心意啦，像你这款、这款的查甫人，就亲像我查甫人同款，就注意。养生呢？阿娘喂，如果吃维他命够什么？米玲，你今仔三是倒位买啊？哦，这牙齿啊啦，一领199，三领500，真俗呢。你有介意无？我带你来买。免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像咱这条小衫，会当穿啊做 taste 的。阿玲总若要来，我带你来。不管是查甫查某的，穿起拢做 sense 哦。包大人啊，你看啦，你嫁查甫就嫁查甫呀，穿衫裤你讲什么爱看品味，你袂通穿就好啊，咁你嫌，哼！林老师嘞，这件衫我长家不会名牌呢，小姐佫讲我足有 sense。诺拉，来，你换裤子，我来洗。较早该住的时阵，就习惯一个人做家事啊。给查甫就是安尼，不但会做家事，还会主动帮女生的忙。包总，你手伤了，受伤了，我看卖。不，代志。我来去外口散步。好好一个帅哥，就安尼浪费啊！那真正好伊洗碗，伊就真正变做一个查某人恁两个吼变熟变熟，卖伫遮啦，去泡药，交我来收。果然是个假查甫，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天气啦，吼，这两个天兵吼，洗一个碗还要去挂着手。哎，小心，我来就好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来就好啊嘛。你来啉来一个哦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是痛，我手互你，互你握着。你哪咧看我？你是毋是痛过头啊？哦，毋是啦，我只是感觉足感动的。安尼你着感动啊！78年来，第一摆有人这么关心我。以前我也是破病发烧，古人拢讲伊爱加班，无爱多陪我，我拢是家己一人坐客运车去看医生。哪有这种查甫人啊？查甫人不是在带转来听的呀？啊！
拍死拍死，我一手去得出来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么体贴的查甫人，哪有可能是一个假查甫的？今日放假，唔知阿子着。唉，小平哦，逐工甲我对调调，即马我搬入去厝，都无想要回来。你在这冲啥？我在冲啥？你跟那小妹人在这冲啊？丁永俊，你跟我较客气的哦。地相啊！哦，我看我像哦，我因翁啊，我像。你是像？你是在就袂见小人呢？你即摆承认你是阮翁啊？那你跟我前些查某算啥？我搁算啥？咱两个代志都是跟恁小白脸有关的，对唔？你无想要等伊，就是为了伊，对唔？哦，鬼假头脏哦，我穿甲面书敢若笑露同款啊，我是为了伊，哦，跟我算啥？我和你嘛同款啊！丁永俊，你莫给你太信哦！哪有你这款查甫人啊？安尼侮辱恁太太，哈？家己也要检讨一下，看你安尼侮辱自己，真正死目睭看不开，我看你做查甫人啊！啊！你是安怎？你是阮某啦！跟你什么地带？哈！你莫掺杂！哦，你别小拍了，你少年人，我后边来了，我没输你。好啊啦，莫去加重手啊，是什么体统？哎，是是马秀伟哦，莫挂无牛你啊！我你真正别小拍了。哎，莫拉莫拉，哎呦，太惨啦！你的代志你先啦。真正别小拍了啊！来呀，快点往少年啊，快点往用啊！来呀，来呀，等等啊！哦，好羡慕啊！我嘛一样，来，马力，来！哎，好怕嘞啊！小等嘞，手下留情，去上班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体育老师，咱看来是计算了。我没放你下。像个像，来来来，你叫你那杂波浪。哎，你手安怎不？无紧啦。没有怪我某，我刚刚拍的，我们全剩下了。没啦没啦没啦，人少年搁提死的，搁连过哦。你一个乌里桑哦，要找人顶个机，我惊你去用博士啊，歹看啦。哎，这小白脸是恁姑啊？嘿啦，你嘛有责任啊？对对对，我有。没有没有，搞有什么地带啊？你嘛帮帮忙嘞。嘿，嘿，唔知影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你唔敢假死一个啊？你跟阿叔差遐侪岁呢？我厝边一个小妹，我都吃袂好势，搁加一个臭小子来乱，我代志愈来愈大条啊！嘿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及时出现，把你带走的原因啊！你就是为了保护恁姑啊啦，你嘛有私心啦！拜托个哦，我若无救你，这么早就送病院啦！而且，我今嘛把你讲一个天大地大，比啥物拢搁较大的大秘密，有偌大你知无？这么大！啥物秘密？根本阿斯加伊真正，无可能，啥都无可能，因为是假查甫啦。伊哦，甲恁某完全拢袂，是姊妹仔伴啦。假查甫，嘉贤是我的弟弟耶，你啥物物件我无看过啊？哦，你三岁到三十岁差足济呢。阿包总，啊，你也请我一个房间啊？我落暗算起夜吼，要甲你困做伙啦。今日你有嘉贤话着？不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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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的。啊，你试看卖了。阮老交代我爱甲生金孙的，若无一队棒球队嘛，就要篮球队。今嘛卖讲篮球队，阮不能落问题啊啦。夭寿哦！原来包总甲美玲这是一对。包大人啊！你啊，你啊，看你啊！哦，脸谱、腰束、脚掌的电火裤啊！
这你就有介意啦？极品啊！包大人啊，你把面又杀掉了？杀了啥？杀了嘉贤啊！你年纪也不小啊，呢，阿哥今嘛就知影自己是妹妹哦。好啊。My brother, 你莫跟他骗哦！我来吓死你，我来吓死你！啊，包大人，我来你，你是吃钱的，想啥头？